隆重祝贺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啊，这样子可以啦，摸你打分两秒付钱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来录这一集哦。看到我身上穿的衣服，劳工朋友的代表。我也是劳工朋友的感觉。你这个是怎样被防晒？防晒？你做错紫外线，你有没有透过它？二十几遍零。你的朋友，你是卖浴帽的朋友。哎，太阳西晒了。西晒在这边。出来，东边出来。东边在这边。没时间。没时间买盐酥鸡是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左右，狗狗不能舔手，狗狗舔不到手，上树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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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公公堂堂可以啊，没错，你看我们辛苦的劳工朋友就是这样子，千变万化，在任何地方都要有不同的面貌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他们好好致敬一下，今天就是劳动节挑战赛。这一集要在5月1号的时候播出，好好慰劳一下辛苦的劳工，感觉很劳动哦。那今天邀请两位呢，也是圈内的劳动，劳动部的劳动人员，从不埋怨。好，首先第一位呢，先来介绍是我们的马里奥马刚。马里奥，第一，不要再讲了，我用钱买来的。再来下面这一位，斜杠有斜杠的，这位斜杠斜杠斜杠，他是目前是台湾最红，一篇贴文18个人按18万的，18万的按赞的咸酥鸡千金，哎，他也找到老公了，他找到老公了，谁？各位呢，我们接下来呢有道具卡，这个道具卡呢规则又千变万化了，马上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在神明的见证之下，马上展开我们道具卡争夺赛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好，这里三峡清水祖师庙三鹰地区的信仰中心，劳工朋友们呢祈求工作平安、健康、顺利，都会来到这个地方。那接下来也要你看，眼前直接摆出钱来，这很难吧？我们大家一直在想，这就今天的通告费吧。对，表现不好就剩这个，表现不好就剩这个。没有，马哥不要这样，怎么一点全部都给你，整排都给你，太多了，太棒了，太多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要拿这个。钞票跟硬币来好好玩一下游戏，要玩的就是这个，超简单，就是要赚钱，需抽出压在钱币下的钞票，且钱币不能掉落，最快挑战成功的人即可获得拼经济。哎，这个没有限时吧？没有限时，啊，但是最快抽出来啊，不能掉落，然后你要把手举起来说，好，我成功了，这样准备好了，就是要赚钱，谁可以拿到这张拼经济卡？抽桌金啊！威廉压着钱，我压着钱，他压着，没有，他有一个压着，但是他没有离开。对，威廉是被女友。但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秘诀是马哥告诉我的，所以卡归他。对啦，哇，你们今天为什么要检举？真的，你们要检举，这个不是你们节目的风格，不符合节目调性。我没办法，我们喜欢，马哥超棒的，我们先。兄有弟恭，父慈子孝。对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不，你拿，等一下，不，等一下，马哥，刚才给你了，小哈又在骂你。对，哎呦，他说你失智名归，失智。这个节目还是回不到主业了，我叫爸爸截取你。英雄。好，所以卡呢在马哥手上。我们今天双人挑战赛，跟马哥挑战的人有福了。哎呦，有机会了啊！到底什么样的功能？我们上车告诉你。哎，劳退制。
气很好啦。耶！恭喜马哥，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张十字名牌。卡的功用，好，我再看一下怎么样照顾大家嘛。哎呦，我让大家赚，不会哦。如果是烂卡，他就一定分出来。爽的是组员，对不对？他制作人也会特别高兴，他有点先分，先分，先分，先分。那不讲大气，不要听。对啊，不要听才是大对啊！台上的影帝应该要有的规格。而且你花500块钱跟我分一下，我先。要上这个高度啊，四年呢，还是依照传统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我要谢谢，就是我最近才刚刚加入那个立冬，还有后面那个国光的那个节目，是是，他们帮了我很多嘛。喜欢看妹的，我不在乎这点。哎，是我们把你写进名单的，你们一个人真的啊？我跟你讲，推就在推荐的时候，我们两个。就推你，力挺你，不是你，真的真的，对啦，真的啦，真的吧？好，如果你们真的有赚到，有，我就吃一点红。哎呦，哎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就吃一点，因为不要贪，你贪多了没有意义了。这听起来像在分赃一样，这还合理啦，难怪你会成功。好潜规则。对呀，为了一个这个节目，这演员当然有潜规则了，一个前辈没有潜，就是规则。你这样子。没有，他们我跟你讲，现在把那个汉南好叫来就可以。可是马哥，我会其实你一直来《三国志》也是我跟我们俩去台视的长官说，其实你这不是效果非常好。我跟你讲，在还没得奖的时候，我们就看那个卡友一个推荐你的人会把你的名字讲错吗？对啊，他把你名字讲错，他会推荐你。他推荐是马念先，他推荐马念先，把手换成马立雍。我们下次如果我有机会再拿到卡，我再分给下次，下次，会，下辈子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那我也不听，我们就大家开心。这两张卡你跟风姐一个人选一张，对对，你自己挑，你们自己选嘛。你发了，你发了，你看哪一个适合谁的？来，我给你叙述一下，一例一休跟下班有关，后面劳退金跟奖金有关。一例一休跟下班有关，那下班有关。我等你想下班吗？他求表现，他求表现。你要的是舞台，那你就不要下班，那你两张都给我。是你吗？都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啊。你看舞台一直在有点狠，他舞台一直在。形象真的很差。张立东昨天很忙，也没洗头，就一粒修。还没洗头，还没回自己家。洗头，对不对？有的有的。丰田，丰田最近漂洋过海来，要需要点钱。然后如果真的有，像干嘛开会？私底下干嘛开会啦？他跟陈金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吧。立冬，然后资金给丰田。哦，可以聊，可以聊。哦，你还要分？你还要分？你就下班吧。你有分到下班吗？你是下流。下流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一粒一休开始讲好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双人赛制。所以呢，使用一粒一休的时候呢，那一组只要过关，要掷下班十八啦，直接变两颗骰子，有一颗掷出下班，你就可以接受了，提高了，大幅提高几率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张劳退金，这个是真的奖金的部分了。在开始之前，开始闯关之前，使用者呢可以跟所有的人每一组收500块钱。为什么？没有，还没讲完，收了500块钱，这个像标会一样，这2500块钱全部2500，如果过关，有人过关，那2500块就属于。过关的人，但是如果都没有人过关，就是属于使用卡的人。那我可以不要分这500吗？不行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如果他们征收的话，不行啊，强制啊！我捐卡出去还要再交500。哎，听起来把这卡让出去是对的。超开心，大家开心。好，那你帮我们讲，你帮我们讲，我们就大家开心，大家开心，5000。才是影帝的规格。今天有八十几，再赚，节目还不开心。吃比瘦更有福，好不好？这里都要检举，检举就是你们，不管，全优质的爸爸，来拉个卡哦，里面也有奖金的，好，来看一下第一个梦幻职业，还有五月一日，应该是好的，五月花。
排空排空，好，来下一个东西。劳动节纪念品，那应该是劳动节纪念品啦，杯子、杯剪刀、榔头。OK。And this one， 婚嫁，婚嫁，婚嫁，一定是婚。婚嫁，婚嫁就下一集。生日礼金，还有生日礼金。哦，大概你几月几号生，然后再加一个十，多少钱？哦，你好厉害，一月七号才很会帮我们想。那就一零，一千零七，一百零七，这么少，我大概猜是对的，我大概猜。好羞辱人。然后接下来就是5000块钱跟10000块钱，来了来了，出来照。对啊，马哥抽到就直接给大家了，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，这个地方有传统的客家土楼建筑，然后在这里也常常会有展览呐、啊，还有那种展演的东西在这边举行，所以各地的居民都可以来这边看看不同的表演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进行的游戏就是我们辛苦的劳工朋友通常没洗头，苍蝇这个有苍蝇啦，不是啊。他想交配啦！我跟你讲啊，有时候劳工朋友就是辛苦，他没有时间洗澡啊、洗头什么的时候，他需要什么呢？他需要谷底翻身的机会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玩这个游戏，要玩的关卡是什么呢？乳蛇大翻身，每组两次机会，需用嘴巴接住翻身娃娃弹起的棉花糖，率先挑战成功队伍即可。嘴巴太厉害了，吸力是真的强，太厉害，对。你好，哎呦，白老鼠示范，白老鼠，白老鼠，白老鼠，看你吸我吸。麻豆二人组，来啦来啦，麻豆，麻豆，麻豆，哎呀，来啊，六六，爆，活啦，来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活啦，跨麦啦，你加啦，四号 ，Lucky Ball 来了，五号啦 ，Lucky Ball 在我这里。我要过来了，你抽一个挂麦，张文琪你加了，张文琪体质先，哎呦，哎呦体质哦，先哭，先哭大战小鬼，哎呦，是先哭了，来啊来啊来啊，张文琪体质还在，他那个神奇，八共，来皮包，真的，哎呦，传播精神骄傲了，哎呦比较复杂体质。他才是真的斜杠青年哈，来啊，这个 Lucky Ball 是六号，是最后一个主考。七张牌，张杰，张杰发功。哎，让我们看一下比较正向的那个，好可怕，大战鲶鱼。你先发功，然后冒烟的那一张就对了。搓牌，10000块拿走，把10000块拿走。这么厉害？有啦，来啊！我现在感觉真的在看，来。有一个爸爸，你哪个人的发功最厉害？感觉真的在看，来，他跟没有，他跟鲶鱼的方式其实是一样。你现在派小鬼在正邪对决，你觉得几号？你要分给我。你先告诉我你几号嘛。我一定会想要一号啊。他是哦。我一定想骗你，骗你，骗你，他故意骗你，他骗你的，他绝对不会分他。他们正邪不两立啊。对，哇，这个。三号，上面。我们先看一下鲶鱼的神鬼对决。你神鬼对决。5000，哇哦，还有10000呢，对，该不会二三只的，会不会一个人讲5000，一个人讲10000？我马上下车，好，你讲的，下车，下车，在干嘛？这个局有问题，离开现场，中枪，好可怕哦，来翻过来，我都感觉他会中，来一二三，翻，真的，下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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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车，下车，你先生定，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好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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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强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张无忌养的鬼比鲶鱼厉害，他是鬼，他是神，哇，天界主。好，
哥不想玩了。没有啦，张文琪他抽到这个钱，他会回馈社会啦，哦，就代表我们三国志做点好事 ，OK 的。恭喜张文琪获得一位。怎么会有这些事情？好扯啊！他讲不出话来，太可怕了。啊，不要气馁，真的还有其他奖金在里面，真的还有其他。生日礼金那个也可以。真的，对对对，好，来各位不要气馁，我们要相信人定胜天，来发号码一。谈多远？吃饲料了。哎，这个呢，娃娃其实翻身力道还蛮强的哦。等一下，我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翻身，迅速的翻一下，那个棉花糖会从这边喷出来。它会迅速的翻一下。哦，它不会迅速。它会往下蹲，它有弯腰。对，弯腰。哎，这样子啊，哈，来了，准备哦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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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这次有鲶鱼之前那个准度的话，一定可以打进那个少伟哥嘴巴里面。好，接下来第一组的第二棒啊，我上一个，如果我们真的下班，是李唐华，我们留下我。没事没事，你要看，我已经知道下班有多尴尬，六分之一没那么简单了。我觉得我今天走运，来，睡亏，下，上班，好，还好还好 ，OK OK 啊，第一关而已，再玩一下，再玩一下，再玩一下，走到后面有多强啊？再走一组。你应该 OK 哦，大嘴怪，一秒必杀，来了来了，鲶鱼累了，鲶鱼必杀，鲶鱼必杀，蹲低一点，鲶鱼蹲好低啊，嘴巴可以小大一点，对，太低了，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没有时间，但是看看，但是太简单了，你看看，这很简单啊，知道以后好好说他不顺眼，对，好好，你过了，我就让你这一辈子不顺眼。我没过一千，哎呦，太简单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准备，人家一千给谁？一千一千，来了，没有给他吗？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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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一千一千，一千一千。哎，你跟我，你跟我讲多聊一些天，一千，说到做到，一千先拿出来，先拿出来，好，就一千，就这样，做错误的决定。好，来看那个第二个，花钱买校服，变男要服输了，好，来下班时班了，脸都绿掉，来。来，你们要用卡吗？直接用卡，直接用卡，直接用卡。第一关下班的那个啊，说那个一立一休，对啊，两个下班啊。一立一休是我，一立一休是立冬。你们都一样，你们两千块。没有，那没关系的。不是劳退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给我的劳退是劳退。你今天他衣服上是一套。碰到下班就算，碰到下班就算，送头标就算，都是你的，你的。
那你对于我们游戏的难易度有什么想要说的？哦，刚刚那一关是相当的难。但是啊，因为他的那个规则没有讲清楚，应该是直接到胃里面。难度会高一点，这么怕的，你们是这个节目，不要讨好他们，没关系，不要讨好他们。运气好，非常运气好。好，我们至少也是征服了一个游戏啊，哈，连续两组都有人过关，可惜没法下班。啊，刚才那个你身上是劳退金哦，劳退第一休。所以你这个是随时可以在我讲完关卡之后，你觉得哎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，大家应该很难过关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。因为大家都过不来，还是可以拿钱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持续在这个客家文化园区这边进行哈。大家知道，其实职场就跟迷宫一样，时不时可能我们走进一个错误的人生道路。职场才是像迷宫一样，职场不会，职场跟职场都是一样的扑朔迷离，好不好？我们进出都很麻烦，所以我们现在你不用这么硬要去带入成语。不需要，职场硬度。这个节目的教育程度就靠在我身上了，我要讲这种东西才行啦。现在要来聊知识。你先找你适合你的帽子吧，宝桃啊。这时候是越描越黑，越描越黑，真的是。宝桃可以吧？大头可以，大头可以啊。态度。你这个宝桃啊，态度烂。像其实我们台词一样，但是你态度很温柔。关卡呢，又是要来走迷宫一下下啊！来，大家，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个，大家，职场迷宫，现实内两人需合力拉绳来控制迷宫型的板子，并让圆球滚进指定区域，率先挑战乘风队伍集合过关。这跟之前的关系长一模一样。这个不要跟豆一组，因为他有拉绳杖。他不行，我拉绳跟你一组啦。他手会抖。对，我不行，我会紧张，不顺。拉绳，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好地方 ，OK 啦。来了，后面哦，超久，还有五千哦，不只是五千的哦，还有超过五千的，还有礼金哦。没啦。哎，文琪，文琪够了，文琪，文琪够了，文琪。不会，我觉得他1万块拿走就不会再偷了。没事。啊！来你姓什么？作弊！作弊！作弊！邪教，邪教，一颗教，你讲出来了，你笨教，他这就是欺骗神明，假借宗教信仰，这不行，邪教，一颗教，他尴尬，我信我自己，你干吧，在一个教，你可以说你犯神论就好了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这刚安心，哎，干嘛？我信心没减，我，哎，你五戒啊，你五戒，好嘞，那 Kibo 的号码是三号吗？拉克伯几号？三号。OK， 好，少伟哥，我知道，不是，那就五号了。五号是不是？好，知道五千是哪一张？好，你拿。我们宗教信仰。哇，你这个生日奖金看看嘛。对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张。五月一号了。这一张已经，这个特别突出，要你准备选它。我怎么会觉得？我跟纳豆想的是一样。那就相信自己啊，你们宗教信仰。对啊。豆哥前两天那个，他也弄到五千啊。对啊。跟豆很衰耶。宗教信仰。怎么会跟他一样？一二三，5月1号，恭喜，有奖金啦，5000亿劳动金，来，马上进入我们奖金挑战时间，好，现在看到我们眼前的道具呢，这个各式百千，对，放在这里，前面有四张牌。5月1号就是0501嘛，我们给你0501四个数字，让你认摆。只要有办法摆多少就拿多少，我都看得到啊！5100，这个就是五在这里了，你可以把力，我看得到，你右边的是五，右边两张是零。马力是反指标，马力是反指标，马力是它的正零点是五在这边，右二是五，五在这，右一啊，五啦，五啦。要不要看到一直如果你相信这是五的话，至少旁边有500。第一张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左边第一张，他刚，哎，没关系，你放吧。5100是这样子，放吧，你我觉得，我先把零给大家看，好，你先看，这个很明显就是零，你看有没有？
奖哦，还有奖哦。我刚刚在右边想说你要把它放烂的，那没关系啊，我还有1500块，我还有1500块。那你要不要百位数先试？百位数，你先拿可以换哦。我们是小人的节目吗？你已经没钱，至少拿个1000块了，你们。100，105，拉最好，好烂哦，好烂哦，哎，好难，你们这个游戏玩的很无聊哟，对啊，比哪厉害，对啊，只想开个零七，还有什么什么信自己的叫，送你200，哇，你赚95块，95块，赢了好多钱，公积金，两口你不要。恭喜少伟哥在经过了一番繁复的程序之后获得200块钱。你们要公积金会后面有200块，就是因为我，对，没想到我。好的，其余朋友们发号码1。职场迷宫来了，各位，这个是我们上次迷宫的升级改良版。哦，被玩坏。不会再被弄坏了，而且呢，整体上面是最清楚的。你看这边4条线，你们这样拉拉拉，控制它的方向。是应该还是有不行不行，等下这颗球呢会放在 stop 的部分，30秒计时，只要能够在30秒之内达到这个终点的部分就过关了，好不好？来30秒，到他的点，到他的点。对。糟糕，走到这么高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对这不是对对对对对对，默契默契，你推你那边问对，哇哇哇，哎，去那边对，去那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行，可以来了可以来了，来，这次还有吗？来，时间也过了37秒了，不好意思，本来想让你们过关之后看一下大概多久。我发现最紧张的是大佛理财。来，下一组就会要过关了吗？要过关了。第二组张立东、张文琪，哦，张家兄妹。张家人，两张王牌。哪里会不想走？哎，我还有骰子那个哦。哎，对啊，你还有那个，所以你要先起来。张文琪先，你先起来。预备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一组又走了，又走，对，过你了，你对，我来，他觉得我们太公平，来，你起来一点，对，你起来，张立东起来，张立东起来了，我，张立东右手，左手，对，然后左这边最难，是站在这边的，立东走，立东走了，你不要叫我名字。很少女生会叫我走，左走，你要走吧，你要走吧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他真的不会，不是你刚才左手右，你刚走，为什么一直拉那么大？你要拉下，就是左手要拉，是站不起，左手要拉，就是你要拉，我有拉的，越拉越伤，你不要放。啊，你有放吗？啊，你那边要下来一点，他这样高啊！你这样手一直拉着，所以他都一直下不去。也是，也是不对，没事。我看我放轻一点，我没有办法操控自己，放不进去。来，好，第二组挑战失败，第三组就会。第三组，威廉跟马哥，这一组我要下班了，要下班了。到底今天会跟骰子见面几次呢？中间去，我再换。我威廉不会，威廉不会。哇，哎，这一组威廉。
在这里看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样。我们刚刚有协调过，协调过。你们讲过，你们刚刚有在。其实这个你们在协调。我现在就，如果我现在讲完，后面就有人过关了。我能不能讲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玩大伟玩这个游戏，有一个人不要动，有一个人只要拉到一个固定高度就好了。所有的东西就靠这个人就可以。你就不要拉，我一个冲到我都不要拉，我就立着。一张球要过去，你要不要立？再一次不要拉。我们把秘诀告诉你们了。对，过完都没有人过关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对，好来，来各位，接下来这组第四组哈，这个人高马大组来。你觉得你要听你们他刚才的证述吗？你能看吗？那我还是动喽，真的动喽。来计时三十秒，预备。挡煞了！不要扑空，不要扑空，我来了。去捡啊！你以为？去捡！我帮你捡。哎，你直接不要捡，我会记。什么？不去捡。你拿个节拍是我。你没有积极哎，你不要一分快没了，你这整个人对，你泄了气的皮球。没空。你晚上在干嘛？演员很爱怪别人在干嘛？哎呦呦呦！不在。哎，你故意弄错。哎呦！发错哎！哎，你误会了。你为什么不想来啊？你那个脸，你要怪别人。好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这个主任，他今天没有办法玩这个节目。玩游戏是一回事嘛？你要表现出你的参与的心情啊！你刚刚没有在参与。一直股票，我不放，我不放。是不是今天哪一只跌了？哪一只跌了？谁买的？跌了，没有下跌。我叫还没红的股啦。素人会买的股。对啊，素脚。是啊，我刚第一关假的哦。好，来第五组就位，看看爱情的力量有没有办法让他们顺利过关呢？交给玛丽动，玛丽动，我不动，哇，男人嘛，男人嘛，勤劳点，懒得说话，你起码心一点动一下，我动，我们先一起动，一起动，好，失败了再一个人动，好，来，好来，各位三十秒计时，预备，先，这不是对对对对。默契默契，你看你那边问对，哇哇哇！哎，来来来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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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来这次这次，对是马力这次，先先先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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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右手拉的，你中班要表力的。六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弄个黄金组啊，来第六组就位，最后一组第六组，丰田跟大豆，你们谁要这个进行一个动一个不动？他不动，我动，从头到尾就可以度过。有的理论，被人家拉一半，人家拉一半，人家拉一半。这也是属于马哥的信徒，对对对，信徒，马哥信徒。那大概差不多这边哦，对，你来到
一个高度，让我可以退可以升这样。来，预备。他在笑什么？很乱吗？你越来越像欧巴桑哎，没关系，快点来，韩国大妈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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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你是暴走的，看一下我的表现，飞机走。李真，来，皮蛋龙，你看吧，在干嘛？好可怜，在干嘛？哎呦，他这边有点摩擦力。哎左手同时放，拉拉，许佳莹拉拉，啊，拉拉，啊，拉拉，来，下拉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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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样，你左手没有五分钟到这个画面了，啊，这两半，左手没有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有没有？所以下去的时候就会不一样。你跟马哥一组就是黄金组，来黄金组试试看嘛。马哥，你们都相信，至少过一次试试看。来来来来来，预备，你先拉，我再拉，然后我再拉，好，好，拉高，拉高，对，哎，侧边，侧边。你要高，是在避的感觉。马哥的左手要放在这里。那哎，很像老人步。不要急，啊，出去，啊，那就这样，好吧。不行了，哎，你们继续玩，继续玩，来，请问请回马车，请问是马车吗？哦，这个拉拉拉，一千，我怎么了？我们没有说一千，没有说，你们刚才那个表演是强迫我们看，没有，你们可以先走啊，我们自己玩，我们自己的，烂戏就是一千，要不要先走？强迫我们浪费时间，我就不玩，真的够了，充我一千，我的。这真的是我昨天的，在裤子里面。豆哥，你要帮马哥出吧，敬老尊贤。真的啦，马哥出啊！我们是为了让自己突出的年纪，大家看到。事实证明，你跟大家买时间，剪就剪掉就好了，剪掉很多，可以剪掉，但是你浪费所有了。对啊，你要剪掉吗？我回想起来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一千，我的话都没有了，把自己当作者嘛。对啊，哎，你们节目没有那么硬的啦，不止，我看到制作人也会看。一千，那拿手表来打，一千，一千拿来啦。你们怎么讲？我们刚才也抽到，有没有讲要讲一千？有，我们这没讲，我们这没讲。我前面就说大家和气生财，谁不和气？大家一起和气生财啊！你生财出来啊！没有一千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俩，我还是抽到是黄豪平的主意，说，哎，你们组个默默，我让他们不要商量了。你要讲了半天，怎么样？你有出道多久了？你还要听他的？多久了？什么康？我不是人，这不应该被生出来。你们听我干什么？他讲的，因为你们两个想表现的虚荣心。对。你平常可以骂我，骂我就没事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马哥，我付完钱了，我付完钱了，我付完钱了。我刚刚也是被叫出来的，你不要打电话了啦，爸爸。一定要爆掉了，要坚持啊！这里有洗钱方式吧？我再给你回去，我再回去再跟你讲，都知道爆掉了。酬劳还没给，你还没缴过。而且先给酬劳，是所有的艺人都是这个样子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演的好细致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。还有对话空间，对啊，对剪的，对剪的，对剪的，有戏好笑，我是艺人嘛，一千啊，我怎么样？要走了，是不是？有钱就好算，不行就好算。我觉得马哥好像不会有钱，有没有钱了？三点吧，马哥现的好，这样也带500块，我这他就一张，还有一千，他真的卡出来，哎，真的这样，他都在1400左右。出来了，拿出来。哎，不是马哥，四百够啦。马哥，你刚才那一段戏哦，你去开表演班，一定很多人要上。你要主持了。这1000块放在你表演班，快吧，快吧。对对对，他讲的好，他想的好，我吓到哎！他爸爸是不是？他爸爸现在就录我，他不演了，他真的不演了，你是爱马仕。
油，真的太没有了，太努力走神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啊，太精彩了，花那么多时间瞧出来，然后哎，现在让我走，还为了这牛逼鲁豫文没秀美，用心用心，他把卡送人家，你们的快乐好低俗。各位，我们接下来去的地方是三英国民运动中心。这个地方呢是近几年成立的运动中心，里面呢有马哥，马哥，你喜欢运动吗？这里面喜欢运动吗？真的吗？他一千四被叫多一千遍，这里有那种健身房啊、篮球场啊，还有这个棒羽球场啊，没有棒球场，羽球场的部分哈、啊。这个是在这里以外呢，还有健身房。除此之外，空中瑜伽也可以玩。我们今天在三英国民运动中心呢，要进行的事情跟马哥这一路以来的历程是有点关系的，因为马哥一直以来呢，小演员慢慢演到这个，我们说小演员，以前说大演员了，是吗？我们是小演员，有没有小演员？你主持明明就是临时演，我是有铺陈的，一路以来走上来励志的过程，这个就是谷底反弹、谷底翻身，没有谷底，什么谷底啊？讲股票嘛，你讲股票。我们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等等。谷底反弹，现实内需轮流将弹力球往地上丢，队友则要用勺子接住，率先挑战成功队伍进入过关。来吧，来吧，扣球，换前面，换前面，还有钱，来啊，老哥，老哥，赚了，五千，五千，五千，超威，老哥，超威。讲什么？哎，讲什么？他说录了，语气太沉了。哎，诈骗要喝酒。真的，你是老爸，好幻觉啊！幻觉都在这里。大哥，大哥，救命！他从头到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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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对那个挡拍，我说什么？这个力气啊！你转移注意力，你太肯定了。对，你要说这应该是 Lucky Ball 吧？你没球都把是 Lucky Ball。你要问他，你要问他，问他，你要问他。你要说站你们这边 Lucky Ball， 你是朝内往里面。对，卡里帕拉，豆哥，不然你这颗给马哥。为什么是我抽的？你心里面那个，我跟你就是你的。没有马哥，我因为我这个才是 Lucky Ball。真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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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走了，拿走了。好了，好了。拉低爆了，五千块啊！有五千的，我二号，我二号，我有换，换换，我干嘛？差一点，你笑，来换你，换你啊！太重，好烦哦！哇哦！通常这个时候又给我敲 cos 不累，就是追上加追。但是哎，五分之一千啊！对啊，是啊，还有钱，还有生日礼金也是三的。嘿。哎呦，记住哦，刷招刷哦，好，随便了，随便了，好，三个四，哎呦，哎呦，回家你，好，有，就发功一气，很快啊，来了，打跟我来了啦，很好，六，喘口气的，马哥的号码是一号，哦，猪白啊，我是一号，你是一号，他就是白老鼠啊，不会啊，可以啦，你刚才第一组就过了。你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你爸爸呢？你要怎么玩？你说开视讯，然后说爸，你要哪一张？我们真的，你问，你问，你问，你想看你演戏啊？看演的，你更演的好棒。你假装，你假装打电话问爸爸。爸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电话，哎，你爸爸，你爸爸打电话来，你爸爸，爹地，你不要讲话，人家打电话，爹地。喂，没有，我在家睡觉啊。就爱骗爸爸。啊，哎爸。你最近一到五号，你会选哪一号？几号？三号。三号会中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在录影，我是突然间来想说来。对，不要来客人。都是农民，都是农民。好，你说三号是吧？好好好，那我看看，没事没事，待会再跟你说。对，那个这礼拜你要记得帮我开始弄一张。上个礼拜全程都录，对，全部报。好，对，一样报，对，坚决对。哇！哇！在小演员，在小演员，对不起，是我小，挺小人。听爸爸的话，听爸爸的话，听爸爸的话。听爸爸的话，从头到尾都是我
我一个人在演。有舌有辣。一二三，什么？婚嫁，婚嫁。二号啦，婚嫁也是好事啊，婚嫁也是好事啊，一定是穿婚纱，对不对？我们确实是让您呢，这个扮成新郎新娘，一半的那种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还要找另外一个人陪你一起弄成新郎新娘，找小演员啊，找小演员，找谁？看你找小演员，谁说你是小演员？谁说的？对啊，我不能选，我不能选，可以啊，不能选啊，不行，一起来都不行啊，然后要在路上发誓啊，不行。你讲人家小演员就可以，那我就跟文琪嘛。哦，可以选，可以啊。不是马哥，你可以 casting 吗？谁信？谁信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可以，哎，不想上他的歌，就没办了。哎，第一个上，第一个上，第一个上。不想上他的歌。演员现在在免费电话，狂打电话，对对对对，狂打电话跟爸爸说我结婚了。他刚刚还说，哦，如果马哥说 cosplay 的话。电话就要赶快 Q， 电话响，电话响。你干嘛想要这样想？对，你跟爸讲一下，你跟爸讲一下，看怎么样嘛。那他的电话又不是我的。要不然你打了给你爸，跟你爸讲。他要是这个，你的要是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跟你爸讲一下，说你要结婚，你要结婚，你要结婚，跟你爸说你要结婚。对象是马哥。哈哈，马哥。嗯，没有啊，我在录影啦。接太快。今天来宾是那个马里奥啊。有用吧？那个好无聊吗？对啊，没有。太扯了！你直接讲啊！戏要掉了，戏要掉了，你要掉一下，掉一下。哎，伯父，我要跟王哥结婚了，对。对，不准不行！你再拖下去，要四个月看得出来了。打掉不行啦。OK， 好，随便办就好，对不对？地方我们现在饭店都满了，所以选他二兵。所以两位宾客，两位宾客，学一下啊！所以两位呢就要变身成新郎跟新娘，准备要送入洞房哈，到底会长什么样子？我们下车告诉你。各位现场所有的宾客朋友们，还有双方的亲朋好友们，今天非常开心，在这样的天气之下，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齐聚一堂，我们希望可以一起将我们的祝福，将我们的祝福投注到新人的身上，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。司仪哦，对，接下来你以为你是焦哥吗？马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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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马丽，主持一下，马丽主持一下。今天这个场合，让我们欢迎这个男女一起进场喽。好，主持人。好，那玛丽讲啊，那玛丽讲啊，继续啊，讲完了。新郎新娘进场喽！哇，自然。丧礼，你是送行者吗？杨凡大哥，杨凡大哥，什么意思？礼金都包了吗？哇，感谢啊！怎么都知道你的喜酒啊？你不可能。对，啊，今天大家都来了吧 ？OK， 那待会我们就正式开始了。今天不醉不归啊！欢迎结婚，欢迎结婚啊！欢迎新娘的爸爸的话，应该是站在这地方等这样子啊。我是新郎，新郎。老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今天大喜之日，你在臭个脸干什么东西？漂亮的，上很漂亮的。是怎么了？你脸这么臭是干什么？是化妆师得罪你还是怎么样？婚纱也没少，钻戒也没少，是该有的都有了，你在不高兴什么嘛？你刚刚凶好不好？我没有凶，我说从一开始就你就脸就臭到现在，到底是怎么了？爸妈又是爸妈，我们两个在一起还是我跟你爸妈在一起？他们不懂，而且我已经花那么多钱给你爸妈了，他们还不满足，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嘛？我跟你讲，趁现在婚礼还没开始，你把你所有的不满还有什么要改进，你说讲，我改变，我改进，好不好？这个场地很烂啊，你闭嘴啊，这里好冷哦。爸妈，回到家。这个场地以前我来不会那么冷，因为二兵他现在改结婚后，他延续那个剧情，空调都是很先进的，而且你说你怕热，我才没有选火葬场那边。只有讲了，为的是你啊，是不是？我是爱你的，我是为你想。啊，亲一下，来，老公，记得我当初。
还有还有什么东西？可以坐下来看吗？记得，大哥，那一年，那一天是冬天，上下的没啦。我在外面吃完一碗面之后，我散步回家，我在路边瞥见了一个红包。我捡起那个红包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老婆，是鬼。我今天才真的看到你，你是这么的漂亮。哦，原来是鬼新娘。冥婚是冥婚是冥婚冥婚冥婚。那什么时候？来，对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啊啊！他们走剧情路线。哎呀，剧情没有剧情有剧情。哇塞！啊，刚刚是演。现代度亲一下，真的还是要。装婚纱了，装婚纱，穿一下。就这样子。对。谢谢各位。欢迎各位下周同一时间收看《综艺三国志》，还没安定吗？好好，各位，凤梨虾球上来之前，我们先玩游戏啦。好，要弹地球那个要玩，来进关卡。各位，接下来第一组，哇，这一队呢刚结完婚，现在要出来赚奶粉钱了。对，等一下呢，时间是30秒的时间，其中一方丢出去一颗球，另外一个人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。接到之后再丢出去，让他来接30秒。各接一次，各接一次。哎，传播精神骄傲哦。好啊，哎，传播完呢，你先才贵也 OK 了。对了，我有用卡，所以如果你们要认真玩。你要用的是不是、哦、你要用吗？他不要用了，你主要叫我买出来。他确定，所以我们现在各组都500块钱出来了。过关就有了，过关就有了。哎呦，过关就有2500元，都没过关就是丰田他们那组拿2000。不可能，我们会过。还好你在6号。来，第一组准备，预备。可以，你要再大力一点。30秒。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。哎，还没上去。要卸力。马哥不行，那他马哥丢回来。马哥他有点老花，那个焦距没有办法对准，他老花的嘛。老花，他不会碰到的人。老花，哎呦，真的老花来了。老花，他看到的都是老花。真的老花来了，老花接得到。来，你丢，没办法哎。哎，这个有点干。再试一试。丢，哎，一个都接不到，好难，球不够多，没办法，这个难哦，这个难，马教练有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诀窍可以跟后面的人讲？没有诀窍，没有诀窍，现在很难，这个很难。好，来第二组，好，计时30秒，预备。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不错，丢出去就接那颗球了。好难哦！不是，少伟哥这样子拿，没有球，是蛮难的。好，暂停，这个蛮难。好，继续来。太小力了啦！有，不对，对呀。少伟哥这样子拿勺子，他接得住吗？可以，接不稳吧？要，接住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可以，至少一颗吧，试试看。真的很难。收礼。他收了呀。现在拉面在。拉面有啊，豆哥去打过工的。有一个成功一个。谢谢大家。小力一点。好，彪哥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轻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没有办法，地瓜球老板，来，明显超过30秒了，想要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成功。不要这么大力，那大力真卸不了。要卸力。好，来，下一组就会。这个力量是够。随着这个组别往前进，丰田笑得越来越开心了。好，来第三组准备，计时30秒，预备。不错。来玩。哎，你有没有要两盘？他有高板，他拿高板，有？怎么可能？你看往后退，丢的还行。张雨绮会丢？有。张雨绮是会丢的。张雨绮，但是你想起刚好，我也不会丢。你要丢过去，他才有办法。丢过他那半天，他才有办法。丢很好哎。不是，不行，你丢的，你要丢，你要放在那边的。对。哎，想干嘛？跟他们跟半天。来来来，
快越来越近了哈，来，差一点点，我坐，各位没事，好来，第四组小游戏之王 VS 棒球之王，两个都是球类运动，来试试看啊，两个胸有成竹，预备，谢丽，你不要刺着去接啦，就直接谢丽，你不要刺着去接啦，就直接谢丽，好气啊！哦呦，来，赶快，连攻，球给他，接球，球给他，连攻，可以，还有十秒，可以，还有十秒，可以，还有十秒。他们有可能没有半边，各一半，有一个下班，各一个下班，好，各一个，看你们去，下班的带了2500回家，对啊，爽啊，连计程车都够了啦，舒服啊，好来，舒服啊，舒服，我来，我们其他人要诉苦啦，现在我们彼此诉苦啦，好来，22秒的两人，请直下班，行吧，下班。上班，有啊，2500，那至少2500块钱，恭喜他们，虽然留下来，但是有他2500，我一次就接到了，神哦！诀窍是什么？不要骄傲，恭喜小游戏之王再次守住了头衔，来，全员请回马场，年度的精彩。哎，收钱了，各位。哎，各位，该给钱的，该给钱了哦，该给了还是要给。丰田这一组可以不用给，因为他们是使用卡的人，其余的都要给。这卡是我给你的呢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跟他讲啊，不关我的事啊。哇，你看，反正不认识，你是国光，好可怕。学长学弟制，这节目还有400块，够。皮包里面还有400，就收400就好了。跟你一直一个250对吧？对啦。马哥，我刚刚跟谁组？文琴，我帮你点。又到了终极筹钱时间，文琴，他有1万，他都要来文琴。对哦，你有10000哦，对，那你帮我给。你要帮我给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你有10000我吃的，5000，谢谢，哈哈。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呢，叫三峡皇后镇森林。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夏天的时候可以露营，可以烤肉，甚至可以游泳。全家大小来这地方亲近大自然之余呢，也可以来个2天1夜的露营之旅，所以其实是很好玩的地方。少伟哥喜欢，少伟哥想去勘察一下哈。我们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去从事的副业宅急便。要玩的就是这个三国宅急便，现实内需轮流用手将网状输送袋内的包裹移动出来，最先达到指定数量的队伍即可过关。后面来，都回头来，哎呦，你听我啊！刚刚喷了钱，会不会现在又再让他抽到？还有5000呢，还有个生日那个。好，我知道5000在哪。不可能。沙特。来，丰田。丰田抽奖。我好久没抽到了。没有。嗯，好。抽一个5000啦！要抽到没牌？哎，看到了，5号。好，抽回去，抽回去。不严格哦，我也好久没抽到了。好，来，你们先抽，5000哦。对，四分之一5000哦。来哦，拿 K 棒，我要赚回5000。5号，没有，只有五来，没有啦。看看我啦，还是你要？好久没有啦。起来，来，再
在前面了。啾啾，我接上啾啾。好，又是我的机会啦！好看的在这里了啦，各位观众。不可能的！哎，马哥，你接了什么？马哥，不是我就是马哥了。不要黑，好比。马哥，干嘛？干嘛？马哥，马哥，马哥，马哥。没有。好比。啊！哇！哇哇哇！看一下，哎，真的是。很难得，不要用挑的。给你，轻轻的给。态度，态度。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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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 ，OK， 马上办了。我知道是哪一张，你知道是哪一张？我真的知道哪一张。你为什么知道是哪一张？真的知道哪一张？看你要相信我，还相信小哈。对，看你要相信谁。你们俩是同一张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对啊，小哈，你觉得是哪一张？五千。我们两个不同张。不同张。哎呦哦，那你要相信小哈哪一张？我觉得是第二张。你觉得是第二张？上面数来第二张。对。然后我觉得是第一张。那你自己觉得，那你自己选三好了啦。里面有不好的吗？你自己知道。我刚刚瞬间选的是第二张啦，但是我最近常常做选择都选择错误。我觉得那第二张，我先不要第二张，先不要第二张。小哈的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最差的。然后开始不错的。我跟少伟哥去旅行，然后他每次都会有出一些小包，我不太信任他。第一张我也不要。那你会后悔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？给你们万职业，你不要。好像真的没有信你们两个，最后一张，你像超人吧？好帅哦，真的呀！最后一张，右边右边的，右边的。依照我现在知道的状况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，真的。生日生日是不好的，右边的，哇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。好，我决定选择没有人选的第三张。哇，好，那我们第三张算了，第三张直接翻了给你。可以啦，中了。来揭晓，一二三，五千。邪恶加工具记得吧？有，加加加，没问题啊！谢谢大家，今天有八号马一。组已经就位，好，一分钟之内要用手去一直吐吐吐吐吐，我的指头是有教育过的，指头很灵活。来，好，接下来一分钟哦，一分钟四个，预备。打戏，画慢太慢了。依照前一棒所出的扑克牌进行数字的加减运算，七加六十三，加十一十三加十一二十四，十三加十二十四啊。Come on, y'all. Hey, hey, hey. 现在一分钟哦，一分钟四个，预备。呀，打戏。画慢太慢。呀，呀。哎呦哎呦。有两只手，那就下来就不用，啊你又跑隔壁人跑。老灰啊，老灰啊，你下来啦，老灰啊，下来你快跑，啊你边边耍，下来，下来啦，不想见了啊，下，老虎饶得不了我啊，根本没有想到是背对着镜头，哎呦哎呦，哎，尴尬尴尬，好，第二个朋友们。光下面比较快，光下面比较快，快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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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很久没用手了？可以，下面嘛，下面对呀，角度要对呀。刚刚吴少伟那样弄根本就不可能，示范组啦，示范组，我们小白羊组啦。好，第三个，快快快快，那第三个花多久？快，我这也是。这超痛的，手超痛的，我已经敲到，它底下有射机关敲我们的手。真的吗？他真的，他你正在讲什么吗？装我们一下，还好吧？对，受到去说话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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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
半的啦，没准的。手痛那么久，手痛，那宋伟哥他一开始用第一个箱子就用了快30秒。哦，还要数啊！来，第二组就会。第二组应该已经学到了一些诀窍哈。哎，一定要。一定要戴手套，手会受伤。手会受伤。对啊，很好。加一套。用单手，应该要用双手这样。啊！拜拜！你示范，你示范，好，试试看。两个都很好听的。一分钟，预备。下班十八啦，来，请上骰子。下班十八啦，灵活灵活。来，请掷骰。来，一二三，下班了。我们下班是不是会变成？哎，这边下班尴尬，下班下班有够尴尬。好啦，可惜，哎，全员起回游览车。今天关卡都太简单了，今天太 easy， 真的设计有漏洞。嗯，就是想要让你们下班呐。卡莉莉组，我不想练六遍的，我不想见到这种台阶，找得非常不错。但是，我跟大家讲，建议等一下不要抽到 lucky ball。没有好东西了啦，有啦，生日礼金，生日礼金是不好的。刚才那个他说是不好的，对啊，好评就有提到哎，他比较微妙一点啦，微妙，微妙，就是给他生日礼物，良心啊，但还是有礼物，里面还有礼物，哎呦，不要抽到，硬奖硬奖。等一下要在这个黄花生森林这边哦，这边进行。这个地方其实呢，一般来讲呢，除了一般的烤肉啊、野营外，还有野餐区。也因为这个地方水质非常的好，所以在四五月的时候呢，怎样？有怎么样？萤火虫出没，萤火虫，各位，萤火虫，希望大家在这个五月这个时间点呢，可以来这地方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奇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这种劳工朋友们呢，需要搭高铁啊，搭捷运啊，搭什么各种交通工具，出差就是来往返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就是要来感受一下运送的感觉。来，要玩的就是这个关卡，出差往返，限时内一人需来回移动板车，并让坐在上面的队友用头刺破气球，率先挑战成功队伍即可过关。反正就不要抽 lucky ball 了，不要 lucky ball 了，前面先抽后面比较有机会。这抽 背包了，是背包了，背包了，要 lucky ball 就还是有个礼物了。幸运的人是不会抽到的，对了，一号，对啊，小哈推到都是 lucky ball， 加油 ，lucky ball，lucky ball， 哎呦，拉，哎呦，哎呦，是啊，是啊 ，lucky ball，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王浩平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集啊，我好左上一集啊，哎呀，哎呦，一号，一号。前做事 OK， 可以的。好，所以张文琪的 lucky ball 呢是四号，来跟我的朋友，还是可以提示一下有一个礼物啦。第十一号，他怎么跟我一样？再见，换三了，再见，再见，来了，刚好啦，中了，中了，是，一起看到了，一二三，劳动节纪念品，恭喜啊！
很厉害，会躲过一劫啦。然后段杰呢，他在这个时候希望大家脚踏实地，就会送大家每人一双袜子，每人一双，让大家脚踏实地是每个人都要的礼物哦。谢谢。你有你要不要讲有没有袜子？好，我跟你讲，要不要赌一把？赌一颗拉不够，然后呢，这里面还有一张卡是对某部分的人有好处。当月寿、五月寿星拿钱的。那我赌，我赌，那没有意义。那我们双星。三月送双月这种。没，一定是五月寿星。我赌，我参加。好，我赌，五月的赌，五月寿星。我赌也是 cosplay 啊。那我不赌，我不赌。好闹。我赌了，我赌了。要拿球起来觉得是，第二张，像最下面那张，这张不要，没有，看一下，爸爸，你要哪一张？你确定吗？因为我没有看到，我只随便乱选。一，这张一有，好了，第二，麻烦了，好，来揭晓，梦幻职业，看你，梦幻职业，cosplay， 王姐傻眼，刚才威廉讲的一字不差，就是机长跟空姐。因为现在大家的梦幻职业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，可以出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超级小面不是发了新的新闻吗？不，机长跟空姐没工作，你傻逼啊！我每天在讲，谁是应该第一男子？烦死了！对他来讲，梦幻啊！那你亵渎空姐，让你感受一下当空姐的感觉。为什么梦幻？他可以指定啊，可以指定啊。谁？快快走！所有三国志的朋友们，欢迎搭乘我们三国志航空哦，准备啊，飞往我们的梦想，飞往我们的目的地 Wonderland。 但是我们这时候是不是需要一点这个飞机上面的服务？好，哎呦，那要按铃了，叮咚，我们需要空姐，空姐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搭乘我们三国航空，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三国大台柱。台柱空姐，他攻击的攻击跟空姐没有关系。他把弄破了，弄破了，弄破了。由于大家都是我们三国的贵宾，现在我们要为大家进行什么样的服务？关卡还是要过的哈，准备啊，要出差往返了。来啦，各位，第一组是久违的黎明次。对，明明次，你应该你自己次，怎么叫我次呢？没事啊，控制力道跟方向啊。同高黎明，来喽，那我不调喽。好了。哦，好可怕哦。过什么？还有一个，过了吗？四颗，来挑战失败，下一组就位。
第二组花姐跟玛丽哦，这一组的选择有点匪夷所思，你们让比较矮的人来负责刺哦。他推不动，推不动，还要高轻好推啊。玛丽轻，玛丽可以再高一点。玛丽轻啊，那玛丽就要推你高一点，你高，玛丽，你要不要高一点？你第一个要稳啊，第一个高过去吗？高点好不好？上上下下。你自己去找，啊，你自己找，自己找，你要自己控制，好，小心啊，小心，想象中的更高一点，对对，对，然后你要再大力一点，这比你想象中重，对，那准备了，你出全力试一试，一二三哦，二五九，想问啥？不要不要不要，太低了，啦啦啦，快快快快，太低，反正你不能太低，一下子没有特别，太早太早，来来准备准备，一二三，出力。其实是比大家的脑袋到底厉不厉害哦，帅，重，身为一名称职的劳工，你脑力体力都要很好。最后一关要玩的就是这个，大脑计算机，每人五张牌需依照前一棒所出的扑克牌进行数字的加减运算，回答正确之后再出一张牌给下一位，最快将牌出完的人即可过关，且该回合结束时手中牌最多的人则需接受砸蛋抗议的惩罚。我们应该不用玩吧？都要玩，制作人都说都要玩。抽抽抽！我先认你一颗核弹呐！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不行。九号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三号，张文琪想要认你的惩罚。五号，喂，十一，五号妹，五号妹，没有啊，绕一圈回来差不多。八号周真水，五号妹，七号可以看前面怎么玩了。前面是白老鼠。一号，我怎么样子？会玩哪一号？十二号。好，所有人都抽好号码了，接下来呢，准备发牌进行我们大脑计算机。大脑计算机，三国游戏来当一个前几难的一个游戏了啊！接下来考验各位的脑力。很难。结果竟然一号张文琪可以稍微躲过一劫，来准备了。我觉得不会超过三号。这么烂，你说三号，人家针对我就对了。不会啦，至少要八，因为每个人手牌要出完啦，至少八九吧，因为那个手上的手牌要出掉了。来啊，准备。第一次出局就是三号，差不多。张文琪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三二。
哇，难了。等一下，你要丢一张喊的。加九的。你要丢，然后说加几？加几？减几？对。哦，加九，二十一，减十二。九，十二加九再减十二，你都算不出来。不是，没有啊，我演预言，我演预言，你答对了。九，你那个时间好像过了一整夜了。我九，哎，我按算呢。算好，三张。好蠢啊！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啊！快点出。那我到后面对不对？一样是我出一张，然后他下。不是现在换那个？没有，中间我先出就好了。中间出，我要先出，我要先出底牌，来，准备，预备。他牌变多了。二加十二，二十四，十五，九加九，八加三，三十一，减九。29，20，23，21，22，你笑我，你笑我，笑我，我靠，我靠，是王总，不是王总的，是谁知道路线？我靠，知道路线的，我靠，好累哦，马上，我三了，三，来底牌继续，底牌三，加十三，十三加三二六，加八，三十四，减十三。二十一，加五，二十六，加十三，26加33，38，39，而且动小算数就不行。哎，教练卖咸酥鸡耶！啊，我怎么剩小李嘞？你呢？你要小李嘞？你要小李？对，他出哈，来，他乱喊。对，你现在看起来那个咸酥鸡老板就是假的。好，来准备新的一轮了，八十，来，预备，七加十三，七加十三，二十减六，十四，加三，慢了，七加四，十七加四，二十一减七。14加13，27加8，等等，不能讲答案呢，很难讲，来，现在大家有手上有少于三张的吗？对啊，好啦，少于三张，哎，是你要出给我，哎，我出给你了，对，你要出给我，来准备，我这样对手都没有变哎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干嘛管对手？管好你自己，算好自己的再讲，你最大的对手是你自己，你在取笑我，十二加八，十二加八开始，二十。三秒钟慢慢来，你要继续。不要，还少，那一张，来，公牌的号码是。那我继续再接吗？没有。八加十二，二十六，十四，二加四，十四，十八，减十二，十八减十二。六了，这个我都知道了。哇，有人这样讲吗？你们店会不会其实亏钱？对，你们店是不是其实没有获利？他们店买咸酥鸡以后自己算钱了。大牌长龙是因为说奇怪，三十三十两个真的六十六十加九十九十三七百五。因为我们家都5块5块的，没有那个321的。预备，六啊，加十三了，十三加六十九加一，二十加十二，一，二二，三二。家里又不会，哎，不是，你们在注意我啊，我连过两关了。有的朋友那边笑，重来，对，从鲶鱼这边开始哈，来，鲶鱼这边，哇，这三个回合要玩很久，预备，六，加六，减十二，减五，一七，加六，七加六，十三。加十一，十三加十一，二十四，十三加十二，二十四啊！你们大张加14啊！你们有321吗？
是，你出来三次也答一次对嘛？注意他，注意他。那边是大众，那边是张伟。对哦，对啊，你们很清楚，别人在付算账了，我们他就是你的未来啦，看清楚了，他慢慢没有在营业了，那是这样难哦。好了，都来，豆哥准备，不要每次都弄这么大的，什么啊？我就随便喜欢随便拿，好来准备啊，一二三，七减七，哦等于零，大家八，哦谢谢豆哥，一十九加四十九二十三加九二十九三十一。要不要给你？他没有办法算哎，这回你还是三加十三，十六减十一，是五加十二，五加十二七，加十三30减五，加五二十五加五三十减六，三十减24，二十四加十三，时间到了哎呦这一排大了，哇这边这一人有点多了，不能偷了，不用担心，不过我有害你，我有帮你啦，好热，这个可以烧冥纸，多少可以这样，对啊，来准备了，花姐看啦，一二三十二加十三二十五十五加四十五十九加二十九加二十九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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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
准备哦。十二，加十三，二十五，减十。哎，有人脱手，脱手。来，算一下自己手上的牌几张。你们两个先去找，我就一张。我两个去算。基本上少于三张，大概就是四张。豆哥花钱。我最多了。我变多了。我也是要算。我有，我四张哦，我四张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张文琪太多，哇，张文琪有一点，十三十四，一点是谁的？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，你连这个也不能算，他数不清，他数不清，他不会算，不行啦，你不能够开选数，二十二十，算一下，不着热，二，紧张的啦，四。六八算十十二算输了十四十六十八我啦二十二我夺冠，张文琪以两分啊失败了，接下来要接受我们鹅蛋挑战，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最赢的最上次出完的马丽的，马丽的马丽的，来张文琪，你要打打好二三嘛，对，不会痛嘛，会套软。哇！翻到四级！哇！翻到四级！哇！翻到四级！这水球啊！还有要死了！张文琪就有来一次，你对待他。玛丽，玛丽真不是人，他又不是同质性的艺人。这么想除掉他？好狠哦！暂停。好臭！醋的味道很重。对，玛丽跟张文琪这一回合不用再玩了。新的一轮请放牌。好，新的一回合我们把牌的数目呢减少到三张，好，比较快速一点。要不要玛丽来发第一张牌？纳豆，纳豆，你感觉好紧张，有点坐立难安的。好了 ，OK， 我准备要杀死大家。来，你三五十二，减三，一二，加四，一等于十三，十三。减十三，一，加十一，一，十一减八，十一减八，三，加八，三加八等于十一，减七，对，哎，减七，三加八十一啊，十一加减哦，他说减七，哇，要减十二，减这么多七，太厉害了，大侠，没有三六，哎呦。
不讲武德，哎呀，我讲讲武德啊！哎呀，一只金钟，他先自己做加总，一十三加十二。加三，加二，加八，加八，二五，加八，二三，加三，加八，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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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
哎，你想要这一题？不是，他先，没有了，我怎么会？因为他迟疑，所以我不要迟疑。没有，哎，我讲一下，他没错啊，他没有错啊。你爸全程都有录影，所有加十加九，二十四，三十六，加十。耶！好险哦！来来来，算一下这个超过一个四三，哦，那一把大的，他虽把大就没了。我听错了。那请问豆哥几张？我三张而已。啊，所以最多的是一个，因为我那一把在后面输掉。那个最多了，最输的要比最赢的人差，就是威廉，威廉差一点。你这是陷人于不义，是不是？刚才那个陷人于不义太早了。来，准备了，威廉要帮我们执行惩罚。大意失荆州，对，一哥的数字，主播大意。我怎么会要操作这个惩罚的时候，比我刚刚算牌还紧张？没事的，没事，命运的。好，来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二、三，哇。哇，太狂了！哇，好喷，好喷，好喷，我都喷到我眼睛了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普拉剂，什么感觉？喷，什么感觉？眼睛什么感觉？这个有点像西瓜砸在头上。OK， 西瓜一定要配刀吧？我是真的，我是在流眼泪。我看你要流的是什么？我记住，我现在流眼泪了。那恭喜这两位呢，逃过一劫，最后一回来了，够了啦！够了啦！来，第三个请帮我们讲完吧。来，各位讲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规则简化下来，每一个人都要参与。先会把规则简化下来，你也加入啊。对，你来一首我要听讲。更简便啊，数字太难了。现在就是抽最大跟最小就被惩罚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就不知道最大最小是什么嘛？一最小 K 最大，他们要讲什么都知道。你的字来，一最小 K 最大，最简单的。看你们各自抽嘛，最好啊，好啊，第一个来，你先翻转抽，你先翻一个，三翻一个，十，啊你拿着，你拿着，拿着，二，你危险，你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如果有人一的话，小的已经站走了，对，小花来，入场券的，
哎，你不要打，你不要打，你不要打，我比你大，你不要打，没有没有，他没事了，安全，他没事了，现在最大是你，最小是你，好，你们站着，最大就是啥照嘛，对，除了中间的 safe， 比他们大就。加油！走走走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哇，这是射龙门呢？对对对，其实在玩射龙门吧？是哦。哇哇哇！翻牌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过来了！我进到你了！我进到你了！好棒棒！黑桃 K， 黑桃 K， 黑桃 K， 红星子弹，黑桃 K， 今天站好，随便冲，这回去加点点赞，加点赞是啊，射龙门了，射龙门了，换头啊，换头，换头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够够够，拿走。少伟哥，曹明，曹伟哥，我看到了。曹伟哥，加一张没事。各位观众，哎，差一点，三三。曹明，曹明，曹明，会不会做节目就看这次？还是一了，我是黑桃 K 的漂亮。各位观众，揭晓。谢谢大家，下周同一时间，谢谢大家。